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来推荐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战马》，好，是属于大陆的舞曲。那么呢，这首歌曲也是一样，先左脚起步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它的前奏停四拍加八拍，也就是一个八拍加四拍，对，好，那这是前奏是有切过的哈，那我是抓这个前奏稍微比较长一点的，空四拍加空一个八拍，好，贝利为大家示范。好，开始第一段，我们有三组哈，第一组第一段开左脚，拳头上举，一拉回来往左边推出去，点右脚，二三四。右手摸头，左手叉腰，左脚点前面，臀部往前推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出左脚菱形步，拳头由下往上交叉，二、二，退左右脚，三、四，踏左右脚，右手食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右手叉腰，左手手的弯曲握拳，往左边走。走四拍，挺胸，三、二、三，回前面收脚拍手，四，往右边走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右边是放腰胯，挺胸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右手食指在头的右侧绕一圈，左手绕一圈，点出左右脚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。出左脚菱形步的时候，手掌交叉下来。好，左脚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站马，左手握拳，摆在胸前，右手食指左右各画一个圈。好，踏左右脚。第二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左脚前踏后踏，右手掌根上下。各推一次哈，上下上下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好，然后第二个八拍，拳头往下交叉，两边打开，左脚交叉踏点，二二，右脚三四，退左右脚，交叉打开，五六七八，退左右脚，左右两边打开，五六七八。第三个八拍，右手在上面，掌根往左边推三次，点左脚，抬脚点左脚三次，第四拍收。那你要利用右脚，脚跟左右扭，扭脚滑步移动。好，所以第三个八拍，点出左脚往左边移动。好，如果场地太粗的话，不好移动就不要移动。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右手推三次，三、二。三，收脚，往右边的话，上提一拍，五、六、七，收脚，往右边点右脚，左脚，脚跟右左，右左扭，五、六、七，收脚，第四个八拍，右手手掌从右脸颊、左脸颊出去，点出左脚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右手七，抛物线送出去。出左脚菱形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是第二段。好，那第三段呢？我们要踏左右脚，扩胸拉弓，左、右、左、左，左脚踩两下，右、左、右、右。好，那背面大家示范，为大家示范第三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往前出，左脚交叉踏点，我们要拳头在胸前交叉，手肘两边顶开，扩胸。二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踏左右脚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在前面下方交叉，胯的两边打开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。右手顶手肘三次，点左脚，三、二、三，并脚，
好，点开右脚，换左手顶手肘，五、六、七，并脚。好，第四个八拍也是一样，胸前拳头交叉，扩胸打开，退左脚交叉踏点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踏左脚顶右脚，右手拳头右斜上举，五，顶右脚的时候，六，左斜下，下去，七，八，所以是四、二、三，不对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是最后的四拍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正面示范一次，给你看一下手势。第一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点六七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，拍，五、六、七，拍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第二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退，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七，左脚平行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第三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踏，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第二次的第二段后面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会多加一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对，然后结束的时候，第三段结束的时候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收左脚，端盘子，一，结束。好，战马的分解动作讲解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